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属称赞，一切人天皆因礼敬，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吹拂禽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前面较量文经的功德啊，极为殊胜，下面就彰显你修行这部普贤恨愿品其他的行法所得的功德。这里就谈到前面功德啊，这个受持这份华严经普贤恨愿品的功德，乃至于读诵书写一世俱集，都有那么圣妙的功德。所以就借作是故，如果有人诵此愿者，谈修行经典十种行法，只是谈诵风诵十种行法之一，只是标显你修这一个行法。诵这个恨愿品的人，那么能得到什么功德呢？这里谈到有五种圣妙的果报。第一呢，就是你有真上之果啊，你在这个世间修行无有障碍。我们前面谈到障碍有三种啊，烦恼障、业障和报障啊，它是给我们修行带来很大的困境的，让我们不断退转的一个委员。但你如果诵恨愿品，以恨普贤菩萨恨愿法的故，你就可以使这些障碍不构成障碍。恶的环境现前，它障碍不了你修行普贤恨愿的这种行法。善的境界现前，会增上你修行普贤恨愿的力量。这就如从虚空当中的月亮，它从乌云当中透显出来了。这个云翳就是乌云，就代表障碍、烦恼；空中月就代表我们自信的那种般若的智慧。好，修行诵这个恨愿品这个真上果，还有诸佛菩萨都会称扬赞叹这个诵经者，既能会称赞，当然也就会加批给加持。诵恨愿品的人一切人天都会恭敬礼拜他，得到天人的礼敬。
并且能为一切众生堪作大福田，所以一切众生悉应供养。啊，这是第一个真上果。第二，他能得等流果，就是你修这样的因，必定能得到相应的果，这叫等流。啊，此善男子，就是你诵恒愿品的人，成为善男子了。啊，那是善根福德啊，甚深，是菩萨的种性。如果他没有大乘的善根，是遇不到这部经，也相信不了的。啊，那此善男子善得人生，他就会在啊多生多劫能够保持人生，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在人生修行能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他有这种生生世世的这种善根的累积，就能够圆满普贤所有的功德。不久就快速的就会得到像普贤菩萨那样的福德智慧果报，并且从他的身相也能快速的成就微妙色身，就是他的容貌会庄严甚至具有像佛那样的32相，大丈夫相。这个32大丈夫相是我们世间转轮圣王所具备的相。那佛示现在我们世间作佛，就表现为这个世间最庄严的相，所以就是以转轮圣王的相来显现。但是佛所显现的32种大丈夫相比转轮圣王要甚妙，它还具有着微细的80种随心好，比转轮圣王更透亮、更细微、更庄严啊。那我们照佛像都要依据32相、80随心好来照啊，就是要有这样的如法的度量啊，专门有照佛的度量经呢啊。你具有32相的佛像，这种庄严才能寄予法身的功德啊。所以你照这样的如法的佛像，功德无量。但你如果照相照的不如法啊，比例啊不对称啊，或者以人的相比例来照，那这里面也有罪过的啊。那32相大家要，如果是要了解这门学问，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第一项就是足下平如莲底啊，第二足下有千夫轮，乃至于第32项眉间百毫相。这个32相是一个菩萨修行到等觉到了成了妙觉的程度，还得要以100小节来修行相好。每一个相好要用百福庄严一相，叫百福庄严相。那这个相好是度众生的方便，一方面它寄予着法身的功德，另一方面它能令众生欢喜，产生心目之心啊。所以佛如果长相不庄严，看到让人家觉得害怕，那也度不了众生，摄受不了众生啊。那这个32相一一都有因地的功德来成就的。比如涅盘经讲，你要成就足下平如莲底相呢，就要持戒啊，不失心，不动摇，要安住在诚实语，如须弥山、
以这样的业缘，你才得第一相。你想得足下千轮啊，千夫轮相，就得要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乃至于对畜生道的众生，都得要去布施供给，以这样的业缘得足下千夫轮相。你能够赞叹他人啊，不隐藏他人的功德啊，称扬其善啊，能得白毫相啊，所以他一一都有相应的因果啊，方能满足三十二相。就是圆满三十二相不容易。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现在你就是啊，送普贤恨怨贫这一个因，就能感得这三十二相，这就奇特了。这就说明普贤恨怨法力的啊不可思议。好，这是等流果。第三是艺术果，你送普贤恨怨品的行者，如果下一辈子升到人天啊，那你属生之处你都能升到贵族之家，长居贵族，不会升到贫贱之家啊。那圣族还有一种理解，就是你依啊佛法生在佛家做佛子啊，这又比世间的贵族呢还更甚妙，成为圣主啊。好，那这个升到人天，他有啊普贤恨怨密地的加持，串习进一步诵习恨怨品，他就能够啊消除恶业，消除恶业就不会堕到恶道里面，这就悉能破坏一切恶趣啊。那就修行普贤恨怨密加持故，那我们修行不会遇到恶友。你修行如果碰到恶之时啊，引诱你啊去啊财色名食睡都具足啊，啊，那你生不起出离之心了、啊，那你追逐世间的名闻利养啊，甚至不惜啊这个犯戒呀、啊，啊，这些都是恶友，啊，邪知邪见，啊，那这个一个学人他自身力量比较怯弱的时候，遇到什么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如果遇到恶知识，他就会走邪路，啊，所以。你送普贤恨怨品的人，普贤菩萨暗地会加持你远离这些恶友。送习普贤恨怨，你有正知正见，有辩才，就能制服一切外道啊，这就艺术果。最后呢，就是有拂灭烦恼的功能，你送习普贤恨怨，就能够解脱一切烦恼啊。这个烦恼有六种根本烦恼，还有二十种随烦恼啊，如油如灭呢啊。我们现在苦不堪言，就是我们烦恼带太重，我们一切痛苦一切造孽都是这个烦恼。所以普贤恨怨的修习能够让我们从烦恼的系缚当中解脱出来，这叫离系果。这个烦恼就是系住的我们法身法明啊，法身慧明，把我们系在三界六道不能动弹啊。这个普贤恨怨法力能够让我们解脱出来，同时它就具有威神之力呀、啊如狮子王摧伏群兽。由于普贤恨怨的法力引发我们自信的啊德能，就
力量很大，就类似于狮子王。啊，摧伏群兽，兽就代表这些烦恼。狮子出库，百兽潜踪。啊，这样就能够啊，具有啊甚深的福德智慧，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啊，为众生做大福田，能供养到一个啊真诚诵习普贤恨愿品的人啊，众生都能得到福报。是由于你诵习恨愿品的功德的回向转施，让这个供养人得到啊利益。好，请看下面。又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足根悉皆善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成内外，相马车乘珍宝服葬，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段就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看，就非常的奇特了。也就是普贤恨愿跟净土法门紧密联系的一个啊一段经文，就是特别的彰显你诵习普贤恨愿的人能得到往生净土的果报。啊，这就特显恨愿的功德。啊，所以又福就前面谈到五种真上果之外，啊，这是别显。又福世人就是诵普贤恨愿品的行人，他在临命终时，最后刹那，就是这个命根断了，神识离体的，就叫最后刹那。啊，一切足根悉皆善坏，这时候六根的啊功能都啊善坏了，失去它功能作用了，眼睛啊模糊了，即便家亲眷属在面前，他也辨别不了这是谁了，啊，这个记忆力也不行了，啊，这个手脚不能动弹了。四大正在分离了啊，只有这个啊无始劫里的那业力种子在那翻卷了，非常恐惧啊，这个茫茫然，这一切足根悉皆善坏。临命终时，这时候一切亲属啊悉皆舍离，你的家亲眷属啊，平日是多么的啊这个亲热啊眷恋呢、啊？这时候临到临死的时候，你一个都带不走，不能相随，都要舍离。啊，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这时候你在世间啊，你当了很大的官啊，具有威德势力。这时候你到临死的时候还有什么呢？都退失啊，你完全是无能为力呀、啊。啊。这时候你如果作为国王，你的宰相，你的大臣，你的宫殿啊，你的啊所有的啊财宝，象啊马呀车胜呢 啊这些是古人的那些啊这个支撑用具啊，用现在如果就是他有大福报，他的奔驰啊啊他的宝马呀，这些车也带不走啊，他有很多的珍宝，这个地下藏了很多的宝贝，如是一切，无福相随。这就透显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用炙热的贪心，要贪很多的财宝，要贪很多的势力，最后临终时两手一摊，什么都带不走啊！万般将不去呀，唯有业随身呢。但你这一生为了得到这些金银财宝、权势所造的孽，却是跟着你的神识走啊。所以我们生命要向谁负责呀？应该干什么呀？你看临终的那一刻，就会看明白一些事情了。好，这些你世间争取到的一切权势、财宝，包括你的家庭眷属，都不能伴随你了。你一向带不走，但是你的孽力伴随着你，这就看什么孽了。能够深信普贤恨愿的，他就占那个大便宜了。这时候维持愿望，他诵习这个普贤恨愿，十大愿望就是十大恨愿，就是一切菩萨愿的最圣妙、最高的，就成为愿望。啊，这个愿望呢，跟你的阿赖耶识不相舍离。而且愿望的力量引导这个行人的行事、神思啊，于一切时，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死亡，这个愿望都在前面引导。但这个愿望的内在的特点，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愿是同质相应的，所以这个愿望引导的行人的神识，一刹那一刹那就是很短的时间就记得，就当下就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即说明这个你的神识不需要经过中阴身，马上去文成印坏，你这个世间的五蕴的色身啊，一离体，神识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的那个莲花里面去了。好，这一段就正好就是把十大愿王的归宿给我们展示出来。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修十大愿王是指向的是极乐世界呢？那整个华藏世界海有无量的净土，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呢？啊，这里要了解四个道理啊。第一，就是极乐世界就在华藏世界里面。我们看华藏世界的无量世界香水海，有诸多的种子，其中在华藏世界当中有一个普照十方赤然宝光明世界种啊，这是在香水海当中有一个这个种世界种啊，在这个世界种当中又有20层的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就在第13层，娑婆世界也在第13层。好，所以生在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了华藏世界，无二无别，这第一个啊原因。第二个求生净土的原极乐净土原因，就是华藏世界海净土无量无边，但对于众生来说一定要指方的相，只是一个净土，让它啊细缘一尽。如果你只是泛泛的说求生华藏世界净土，它就莫衷一是了，因为净土太多了。而我们尤其阎浮提世界的众生心本身就是很散乱的，
你又给出了一个很多的目标，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来说啊、有条驴啊、他那个有两个人给他喂草，他也觉得这个草也很好吃，那个草也很好吃，搞得左右不是啊、最后竟然饿死了。啊，那你就是啊，这座城市古城，它也有四个城门。你说你就到这个城里去吧，他也觉得目中一事。我从哪个门进呢？啊，你就到这个城里去，你也得给他，你是从东门进，还是从西门进，还是从南门进？你给他指条路，哎，他心里就踏实了。如果你不指路，四个门走哪个门进去？他很麻烦啊，所以这个自心一处，这就是佛度我们的一个方便，千经万任处处指挥极乐净土。而极乐净土恰恰它是法界藏土，它含摄着华藏世界所有的净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土，就等于往生到华藏世界乃至整个法界的所有的净土啊。那第三个原因，这里就一个特别原因，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缘，最有缘分。为什么最有缘分呢？我们从《无量寿经》啊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个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的时候，就在告诉我们，这个阿弥陀佛他发愿修行啊，圆成大愿，这个过程是从娑婆世界发起来的，而且又无量劫以来随行在娑婆世界，以啊，我们这些众生广结法缘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对阿弥陀佛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在我们的文化原型当中，阿弥陀佛的深层的文化原型非常深厚，所以人人都情不自禁的会念出阿弥陀佛的名号。那第四个原因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卢舍那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由这个意义上来说，普贤菩萨的愿望就跟极乐世界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这也就是把普贤恒愿品作为净土根本经典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你修普贤恒愿啊，最后这个愿望导向的是药师净土的话，那大概我们就不会把它作为净土中的典籍了。它导归的恰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道以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属供围绕，其人自见身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这就谈净土果的继续再谈他的功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道已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道已经去了啊。这个
这个大事因缘就值得庆幸了。道矣。到了之后，那是怎么情况呢？即见阿弥陀佛，马上就花开见佛，不割食，即见。这时候见阿弥陀佛，是四相上的三十二相八十四相，实在也就是自信的天真佛。到了这个时候，才有资格谈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了。不仅见到阿弥陀佛，还见到了其他，还能见到其他的大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是大乘菩萨里面智慧第一的菩萨，是十方诸佛之母啊。普贤菩萨，哦，原来普贤菩萨也在极乐世界，他是华严的长子啊，也在极乐世界。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就我们就更熟悉了啊，他是真的是展示阿弥陀佛慈悲的一面呢。跟众生缘分最深，寻声救苦，不疲不厌，满众生所有的愿，他也是极乐世界的后部佛，还有弥勒菩萨，我们就想，哎，弥勒菩萨不是在斗萨内院吗？怎么又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大菩萨他都可以分很多的身哦，不是像我们业力凡夫，我们现在待在新加坡居士林，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北京哦。但是菩萨可以同时在呀，所以你不要怀疑哦，在弥勒内院就到不了极乐世界，它是同时存在的。好，那此诸菩萨。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甚至是早已实成的古佛，是现在菩萨位的，此诸菩萨色相端严，他们当然也具有像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紫磨真金色，佛的果地上的种种功德，他都具足。这些菩萨也在佛中之王阿弥陀佛的座下属供围绕，作为阿弥陀佛的座下的眷属菩萨，也是以学人的姿态之弟子礼，恭敬供养阿弥陀佛，听佛说法。好，那这个其人就是诵这个恨愿品的行人了。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自见就是自己见到在莲花当中化身他去了他的坐的地方也是莲花了。极乐世界不仅佛坐莲花，这些菩萨也坐在莲花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佛坐莲花上，他有这个功德，我们只能坐在蒲团上极乐世界是大平等的世界阿弥陀佛有什么功德受用，往生者也都有。好，那这个往生者呢，这个行人坐在莲花上，那阿弥陀佛也坐在莲台上。佛与这个行人来做什么呢？那这个行人在莲花上顶礼恭敬合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功德呀。阿弥陀佛用他的无眼圆明观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就给他受记，就是受成佛之记就是会说你未来多少劫要在哪个刹土做佛佛的名号叫什么这个劫数时间多长你的名号是什么？你的刹土叫什么名字？
哎，蒙福受尽。而得到这个阿弥陀佛受成佛之际矣，他就信心满满，就觉得有资格去上求下化了，这样又动经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及。也就是说，他得的受记不是说哦，我已经到家了，我可以睡睡大觉了啊，休息休息了，不会这样，因为普贤恨愿的，他从因地开始就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口意业这个无有疲厌，是无有穷尽的啊。到了极乐世界，他也没有穷尽呢，他也不能停下来呀，那应该得阿弥陀佛受记之后，更加了油啊，更给了力啊，他就修得更有干劲了，更有动力啊，所以他就又经过这样长的劫数啊，普于十方。这时候他就更了不起了，普于十方就是他在十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都能够分身善隐。他就能够显现很多很多的身，到十方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分身善隐，以智慧力，这时候他就从十相般若升起的观照般若了，有智慧之力。智慧一般就是首先开显根本智，然后显发后得智。这种力就像巨大的磁场，它能够制入三世啊，过去记忆、未来记忆、现在记忆，这个智慧力都能去，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智慧力都能去啊。这些有时候智慧就以光明的形态表达，这样的行人以智慧力，他就能够观众生的心。好药观机斗教，随众生心来讲经说法，随众生的好药来显现不同的身形施设不同的教化这就随众生心来示现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就好像我们看西方缺子明末的时候，有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人，他伏击伏击呢，那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就是从这个我们西晋的时候一个贫穷的人呢得念佛三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有慈悲心也跟这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人有因缘曾经在唐代的时候他们是师徒关系这觉明妙行菩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也一刻都没有停坐不断地来到我们这个政党国示现种种的身份。在明末的这个时候就登在祭坛上为这个八个修道家功夫的人来讲法讲净土法门这就一共有24次，把这24次的开示结集成册，就是叫西方缺子那也就说明类似于像觉明妙行菩萨，他有智慧力，随众生的根基，他是有修道家根基他就以祭坛的形式显现而为利益，就是引导他修净土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做佛那么一切诵恨愿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智慧之力。好，请看下面。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及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进一步谈到真善之果报，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又分身善隐去到他方世界供佛闻法得种种陀罗尼又帮助佛来度众生示现种种的身形教化众生，这样自行化他积功累德，不久就说明到了极乐世界，你就能快速的成佛了。那极乐世界的往生者成佛的数量无量无边但我们不要理解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名额一个名额成佛第二个是观世音菩萨，第三个是大势至菩萨，那我如果在极乐世界成佛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里倒不需要等了十方无量的刹土，你可以到你有缘的刹土去做佛的这样就不久就快速的当作菩提道场一般成佛最后身就是做金刚座了在菩提道场做金刚座在菩提树下他要示现最后的一个就是降伏魔君这个今天我们看博物馆一个石雕，也就是魔王波旬最后这个要阻碍佛的时候打败了回来非常沮丧他的两个女儿跟他安慰跟他按摩我看他很无奈的那都是要降伏魔君这些菩萨成佛降伏魔君不是非得要跟他真枪实弹的去干了，也不是要把他打得粉碎了都慈心三昧真的是这个让他心悦诚服降伏魔君最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之后就大转法轮，这里讲妙法轮，对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说他要转大乘的法轮了由于转大乘的法轮能够令十方无量佛刹及微尘数的世界众生都能发大乘的菩提心，也能随着这些众生的种种根性来施舍种种的教法让他解脱两种生死这个乃至进于未来劫海，就是这样的一个成佛者就是进未来际不可说的那个时间态里面普遍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就是度九法界众生的你看这个送普贤恒愿品是最终就能成佛度众生的。好，请看下面，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以能持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恨怨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一段呢就属于长行的流通分了劝诸受持就劝勉与会的大众
殷勤嘱托他要受持这部经。善男子，这是以善财童子为代表的所有的菩萨善男子告诉他，就是总结前面诵习恨愿品的功德彼诸众生，就是前面的谈到这个修行这部这个经法的众生了。若闻若信，如果有闻到这部经，能够相信这个大愿王若闻，前面讲较量功德，就是一经一耳就有那么大的功德。一经一耳，在阿那耶识里面就一个金刚种子就下去了永远不会消失的如果进一步你还能够相信深信不疑这样的大愿王的功德，进一步你要去受持读诵这里前面谈到是只是诵这个大愿王，这里进一步谈到十种法行里面的六种，这个首先要闻，闻了你要信受，受了要读诵，读诵还能封诵，诵了之后你的去落实在你的行为当中，你的要修持乃至书写，这六种法行前面我们讲修行这部经有十种法行实际上就有六种法行涵盖着十种法行包括广为人说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广为人说就是你修持这个恨愿品有自己的理解，你要给大家分享，要传达这个十大愿王的法义和他的圣妙的功德。好，那你能这样做的话，你这样的一个受持者就有甚就能获得甚深的功德。这个功德之大呢，唯有为佛与佛才能了解，才能说得出来，愚无知者其他的众生都不了解，也说不出来愚无知者，像我们这些众生就无知不知道这个恨愿品有这么大的功德那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他知道一点，但是知道的不究竟为佛才能知道。所以呢，是故汝等就是正面劝我们要诵持这部经，汝等不仅是对善财童子，也包括我们现在有幸接触到这部经典的人要闻此愿王，莫生一念要闻到这个十大愿王的功德利益，千万不要生出怀疑的念头。说到这个，确实我们众生与生俱来的根本烦恼就有怀疑，尤其对无上圆顿的大法，它的功德利益，我们常常会表示怀疑，会用我们业力凡夫的常识，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的一套价值观念去做判断，但我们判断那些都是错的佛在那种无眼圆明清净心智慧心里面说出的都是超出凡夫的境界，不可思不可议，所以常常我们会怀疑信不及。所以这里面这个普贤菩萨就在说，你们千万对这个不要生出怀疑的念头。我们怎么去相信说实在话，有时候我原来读恨愿品读到这一部分时候，也常常会有怀疑，每读一句真的会有这么大功德吗内心他会提一个问题，真的会这样吗你仅仅是送一下这个恨愿品就有这个功德那个功德
在我们想象，你一定要刻苦努力的修行呢，你种瓜得瓜呀，种豆得豆啊，而且我们是这样评价的，怎么送一下，你就有这么大功德呢？特别我讲一个例子，我是1月份跟国内总部讲很有名，这是第一次那是第一次讲，原来由于内心有点怀疑呀，总是不敢去讲自己信不及的这东西很难去讲的是吧？但由于国内总部那些国内人员他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就硬着头皮讲。硬着头皮讲的正好那一天讲到，也就讲到第四天的时候，上午停电了。停电了，一般来说呢就没有指望下午也是晚上6:30讲，还是讲吧讲的话，我就下午正好就在那里送普贤横云品。送的话，我就送到这一句说送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跃出一云雨。我就起了个念头，我现在就碰到障碍了，普贤菩萨能不能证明一下给我看啊？能不能6:30来电？当我祈求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还是充满怀疑的，因为这个电是掌握在人家供电局那个地方的，不是掌握在普贤菩萨手上的。但我求这个能不能求得到呢？那还是很不一定。到了6:01来这个迎请的时候，也是点着蜡烛。然后我在那里三拜的时候，就拈香还是没有电，我以为就没什么指望了，然后等到拈完三支香，在那里拜到第三拜的时候，一看哦，电来了，正好6:30，所以当时我一下子就有点信心了。这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就可能了呢？因为我正好是有这么一个祈请呢，所以你真的是你要有100%的信心，不要有怀疑。你确实有怀疑了，可能就由于你的怀疑的念头嘛，还真的就没有这些利益。这个所以信心很重要啊。所以，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对净土宗为什么大家信不疑，也是由于念佛的功德太大了。这么简单的念佛，竟能得到这么大的利益，就让大家不相信了。但是，释迦牟尼佛是殷勤劝请我们要产生信心。自心欢喜，乃至一念至诚回向，即得往生，住不退转，无上菩提。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即得往生。这个梁土世尊这样苦口婆心呐，告诉我们往生是很容易的事情呐。但是我们就相信不及呀，还是觉得往生一定是那么大的利益，往生一定是要有很大的功夫才能往生，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一定要清净心才能往生。我们制定了一个高标准、高门槛，但不是佛制定的。我们人为的制定这些，说明我们有怀疑嘛。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之所以难信呢，就在于我们智慧不够。我们愚痴那么我们要相信这个法界的最高的秘密就是感应，在法界当中真有佛的存在，真有普贤菩萨的存在，普贤菩萨证道的是整个法界呀，所以他的法身。他的普贤横愿力是周遍整个法界的，也是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每个念头里面的。我们只要不怀疑，那普贤菩萨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能兑现的，都是能感应得上的啊。所以应当地受，就是应当这个坚定的相信，去接受这部经法啊。信受以后就要去读啊，你对做经本去读，把它读熟，读得烂熟以后，你就能背诵啊。背诵就落实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内心里面啊，我们就把它这个落实在我们的行持当中，心身口意业当中，我们真的就开始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忏悔孽障了。每个行愿我们都要念念相续的去做啊，乃至书写啊，你去抄写。其实抄经是一个很好的刑法，希望大家有点时间，每天留点时间抄经啊，也最好用软笔来抄啊，端端正正。去年有一个大陆的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他给我带来了很多他抄的经啊，真的抄得小楷呀，端端正正。他讲他抄经的功德利益啊，那是不可思议啊。他说他原来有很多病啊，是腰罐子啊，很多病慢性病也治不好啊。他听说抄经啊能够有功德，他就抄经，抄了两三年之后，所有的病都没有了，真的一来是红光满面了，身体非常好，就是抄经把他的病全都抄好了。书写之后还得广为人说呀，要开示，要做如来史。好，那这样的世诸人等，就是能够这样修行这个行法的人呢，就在一念当中啊，这又是圣妙的功德的，于一念当中所有恨怨皆得成就。这也就是自己有深信的力量，也感得普贤恨怨法力的加批，能够在他一念当中可以收摄所有的恨怨的功德，一念当中圆满所有恨怨之海的功德，一念当中能够使所有的福德聚，能够聚在自己的一生啊，这种福德是无量无边的，就是你具有很强的自己获得利益的功德。当自己获得了啊这样的福德智慧以后，你自然以普贤恨怨的同体大悲心来利益众生，这样你就能够在烦恼大苦海中来救度众生啊！烦恼大苦海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所处的状态啊，嗔恨是火啊，贪欲是水，我们每天都是水深火热啊，烦恼大苦海就是生死的这种漩涡，非常的湍急，都会要把我们卷到漩涡之底去。那你普贤恨怨的行者，你以悲心就能够拔济众生，从这个烦恼大苦海中让他出来，让他登上解脱的彼岸啊。那出离生死苦海就近的最大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呢？又进一步的再一次的指出一个目标，让这些在烦恼大苦海的众生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也看到，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在这个自行化他的过程当中，很快就能成佛。说明什么呢？说明极乐世界就是快速成佛的一个法界，也说明阿弥陀佛因地发的大愿，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快速的往生到极乐净土，令往生到极乐净土的菩萨们快速的成佛。也正因为极乐世界能够速成佛国，也就给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这些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善财童子以他自己的功德最终也能成佛，但是为什么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由于到极乐世界成佛更快，而且到极乐世界去镀金，镀一层什么金呢？镀一层佛中之王的法王子的身，他的种姓就跟你不去就不一样。那我们想，这些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善财童子等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些涅槃凡夫还说我了不起，我可以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但也不是说文殊普贤能够求生，善财童子求生，他们功德甚深，我不行，我往生不了。你又不能这么自卑了要知道，不仅我们人能往生，能这些鸢飞鸾动之物都能往生畜生道都能往生自古以来不是说那些八哥鹦鹉往生吗？在中国大陆还真的就是90年代有一只这个鹦鹉往生的真实的例子就在内蒙的呼和浩特。我们前些年去到内蒙弘法的时候，那陪同我们的一个比丘，他是亲自为这只鹦鹉助念的。这鹦鹉呢是从四川峨眉山弄过来的，开始就很刚猛看到什么人就啄最后呢那个买的人没办法，就送给了一个居士，一个白居士。白居士他很慈悲，家里养了很多的这些鸟啊，这些动物天天做早晚课。做早晚课，这个鹦鹉去了几个月之后就会念阿弥陀佛了。如果出家人来了，看的是出家的样子，他念得更有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好像在欢迎这个出家人。如果别人教他学其他的，他不学不吭声。如果你还要像他讲，他讲就是要跟你发怒一样的说有一个参禅的人有一天到这个白居士家，他在那里好像参话头参禅坐在那里，这个鹦鹉就盯着他，在他头上一点点那架子上盯着他，那个妇人跟他讲要念佛，快快念，念阿弥陀佛，把这个人吓坏了。这个鹦鹉跟他讲好像对机说法一样的这鹦鹉就这么有意思，他就念阿弥陀佛，念到大概在7-8年之后呢，他就对一天好像很疲倦大家看大概时间到了，就给他助念，助念他是在大家的念佛声中往生的，往生之后火化呢，舌根不坏出现这么一个类型所以你就想到连鹦鹉八哥都能往生，你也不要说我就不我在孽障重，再没有智慧，总比鹦鹉八哥要强一点吧你得也要把自信心
提出来。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三根普披，立顿全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五逆十恶的阿鼻地狱众生，在这些冤愤软痛众生，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大慈悲心的愿海当中，全都摄受的。好，请看下面。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偈言：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离尽无余，普贤恨怨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佛现刹成身，一一遍离刹成佛。好，这个开始进入偈颂这一部分了。偈颂这部分我们仍然把它分为三分，有序分，有正中分，有流通分。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第一个标这个偈颂的就算序分了，这个这一段长行文字。正中分就是以偈颂来颂了前面长行所表达的十愿，而且进一步还加了颂后三愿，又别颂别发了十大愿，进一步再显示这个经的殊胜功德，最后偈颂结劝修修持，这是偈颂部分，最后就是流通分，结归十众受持。好，那尔时就是在普贤菩萨宣说十大行愿的那个时候，普贤菩萨摩诃萨欲就是希望重宣此意。这个偈颂重宣呢，重宣就是重诵。为什么要有重诵？一般有四层意思。就是佛第一次，佛很慈悲，有的法会前面有人没有到，他为后来的人，没有闻到前面的经法的人，让他能听完整的意思就重诵一次。第二呢，就是为已经听了的，从头到尾听但是听了还是没有听明白没有开悟的人通过重说一遍呢，让他加深理解。第三，重诵还有一个就是长行的文句意思比较概略，那再以这个偈颂呢更为广泛的展开让大家更容易了解。第四呢，就是以偈颂的形式，这是浓缩的一种语言表达，让大家能够受持偈颂都可以进入唱诵的旋律的范围有这四种意思，所以就有重诵这种经体的表达。那普贤菩萨这个准备重诵这个前面所谈的十大愿王的法义，要普观十方。这里其他的前面几会还会加一句话，就成佛神力。菩萨在法华会上讲的所有的法，都是要成佛神力而说出来的，而且佛也要得佛印证的，所以这些菩萨说的法也就等同于佛说的法。普贤菩萨要重宣这个法义，他普观十方，
普观十方就观察十方所有刹土众生的根基啊，好要立顿的情形来说偈，而不是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还是要观机来说啊。于是普贤菩萨观机的对象，他说十大愿王是针对的是十方无边刹土的众生来说，这愿心很广大。好，那这个正面记诵，第一就是诵第一愿，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所有十方世界中，这就谈到啊，所有就是心量打开，整个法界，整个法界也就是现前一念的心，就在普贤恨愿行者的心当中，是包含着法界所有的世界，所有世界从空间上主要礼敬的对境，空间上是含摄十方，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就很多了，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刹土，这么多世界，从时间上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世，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那么这么多的十方三世，一切人师子，人师子就是指佛，人中之师子啊，这是啊所理的对境，是这么多的佛。能理之相呢啊，我以清净身语意，这个我呢就是指普贤菩萨的真我了，不是指我们涅槃凡夫虚妄的那个我啊，这个我就身口意都是清净的。如果从我们啊行人的凡夫层面，就是啊要离开身业的三种杀盗淫，语业的三种恶口啊绮语妄语啊这些啊，意就是啊不贪不痴啊不称，以这个清净的身语意，一切遍离净无余啊，一切诸佛都要周遍去礼敬，没有一个遗漏。这里就表现为以一身来遍离无量身的佛，以一身礼度佛啊。普贤恨愿未成立，下面就谈到能遍十方三世所有诸佛面前去礼敬的话，是借助什么呢？是依靠着普贤恨愿的法力。这个法力有智慧，有威神，能够遍到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面前，这就不是我们业力凡夫的境界了。而借助着普贤恨愿威神力故，就能够普现一切如来前。普现就是所有的佛，一亿佛前都有我在礼敬，那就是这个行。这进一步就是说，你能够变成多身无量身来礼无量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浮现刹尘身啊，这就是自己的一个身能够现出啊十方无量刹土，无量刹土都碎成微尘，一个微尘是一个身体，一一遍离刹尘佛，以一身礼多佛。这里就有几个例解，一身礼一佛，多身礼一佛，一身礼多佛，多身礼多佛。
自己现出无量的身，离无量的苦。啊，你看，这就是把普贤恨愿的这个第一愿上升到不可思议的那个法界的层面去理。所以你这一理，你这有一种巨大的观想的力量，能够一生现无量身，能够观想在无量的诸佛面前，你都在顶礼。你这一生下去啊，功德啊无量无边了。好，请看下面。于一城中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因深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这是诵第二愿啊，这个称赞如来啊，所称赞的对境也是非常广大。于一城中陈述佛，就是前面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世界当中，一切世界当中碎成微尘，在每一个微尘当中又有无尽的刹土，无尽的刹土里面有无尽的陈述的诸佛，这个境界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就是在一个微尘当中具有无量的刹土，具有无量的诸佛的这个境界。这唯有华严十玄门世事无碍的法界才具备的。所以读华严经，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圆融无碍的一种想象力，你看这个文句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于一城中陈述佛，一个微尘当中有无量陈述的刹土，无量陈述刹土有无量陈述的诸佛，这些诸佛呢，他各处菩萨众会中，有佛就会有菩萨，这些菩萨在佛的座下听法修行啊，主办圆融啊，那一个一城当中是这样，无尽法界有无量的刹土，无量刹土现现的无量的微尘，每一个尘里面都有陈述佛，这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这就我们要相信前面三句的境界，就是真相。你要深刻的相信，这就要有智慧。正因为我们相信，才构成了我能够去称赞如来的依据。如果我们都不能相信有陈述佛的话，我怎么去称赞他？我怎么去供养他？所以现在我们有些学佛的人，其实连佛菩萨真实存在，他有时候都相信不及呀。这就是没有智慧呀。所以佛法为什么龙树菩萨说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你首先要有信心啊，要深信佛讲的真是不虚呀，深信这些境界。虽然我们还没有限量正道，但佛跟我们称信宣说，和盘托出，我们要养信呐、要有信心啊！深信法界尘里面啊，微尘里面有很多的诸佛都充满在这样的啊微尘刹土里面啊。那深信的这样，我就在一一诸佛面前，我都要去赞叹。各以一切音声海，我去赞的赞叹，肯定要用音声去赞叹啊。这个一切音声海，种种的音声去赞叹，乃至于风声雨声啊，
这个树林的声音我们自己发的声音，用智慧去转，都转为赞叹佛的音声。就好像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音声，在阿弥陀佛的大愿所转当中，都能够是法音，都能够让人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以这样的一切音声海谱出无尽妙言池。这个谱出就是平等心里面所发出的微妙的言辞，这个言辞也是无尽。用这个音声言辞来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是敬畏来记，不间断，昼夜称扬赞叹。赞叹什么呢？是称扬赞叹佛甚深功德海。那你说这个称赞如来的境界，又是不可思议了。是在这么多的佛前，来用种种的音声言辞，又在无量的未来一切劫当中来称扬赞叹。一个菩萨修行，这个赞佛的功德是重要的科目。一方面激发自己要作佛的心，另一方面，你对于佛加深认知、加深理解，赞佛就是对佛的果德的认知。那怎么去赞？你如果对佛的果德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是赞不出来的。我们进一步说，你作为一个子女，如果你对父母、对你的恩德、对你什么培养的这些的仁爱之心，你都没有感觉的话，你对父母都赞不出来。你赞不出来，就不能感恩戴德呀，你就对父母就很难孝顺呢。我们有个比丘在搞个运动一个活动，让所有的佛弟子跟父母去顶礼。有很多人还有点不好意思从来没有跟父母顶礼过，实际上最应该跟父母顶礼。有一个搞国学教育的，他就要求他的班上学生每天对父母要感恩感谢比如父母来接他的时候要说句话谢谢爸爸你辛苦了本来这个叫的是比较好，但是竟然都有一个做爸爸的说，看到儿子说这话还有点不耐烦，你说这话干什么？就是现在这种亲情的礼的方面已经是越来越疏离了那我们来看看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出家之后，如何赞叹他的亲教师释自在王如来的？通过这种赞佛，如何使这个法藏比丘也发起了殊胜的成佛的心呢？他先从面相赞叹，相好光明，从相好光明赞叹，光颜巍巍，威神无极，如是严明，无余等者，就是佛，你的光明浓严巍巍你具有的内在的威神力量是无以复加呀！你身上放着的光明是一切天人、一切圣人不能等量齐观的呀！先从相好赞叹如来龙颜超世无伦，正觉大音响流十方这就他那个赞佛偈子很长，我是选几段跟大家做个比况。如果我们真的是佛人普贤恒远的加持，让我们见到佛，我们想赞叹不知道怎么开口，先给你做一个范文，赞叹如来的
严茂龙也是超世无人啊，能够慈悲的从无上正觉里面生出的法音呐、啊，大乘的法音响流十方，啊，去度十方的众生。啊，人雄狮子，神德无量，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啊，你可是人中的大雄啊，狮子啊！你的神德啊，神通妙德无量无边呢、啊。你度众生的功勋也是如虚空般的广大呀！啊，你所证得的智慧无限深广奇妙啊！你显现的光明威相来震动大千世界呀、啊！哎，啊，这个，恰如其分的赞叹啊！那肯定是这个王听呢，心里也很欢喜啊，嗯，好，那赞叹的目的最后愿我诸佛齐圣法王过度生死弥补解脱，啊，我赞叹佛的果地上功德，也希望我也要做佛呀，跟世在王佛一样，有这样的光明威德智慧呀。我也要让自己和一些众生度过生死两种生死苦海啊，啊，令九法界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呀。哎，谈着佛度众生的愿。好，为了实现这个，再进一步的啊，提出了一个啊更不可思议的愿，啊，愿我着佛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为了使一切众生得解脱，我希望我作佛的时候，我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诸佛啊的净土，啊，超佛超胜十方国土的净土，国土第一，啊，这里面一切一正庄严极为奇特微妙，是法界当中啊无以伦比的第一道场。哎，你看看这个。称赞如来是通过称赞如来把自己的大菩提心给他发出来，啊，不是像世间的看到一个比自己高的人就谄媚呀，啊，不是这个啊，这是修行的重要的科目之一。好，南无阿弥陀佛，嗯。